是一种酒，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去泡，就是应该刚满18岁的时候点的第一杯酒，所以我就写了首歌叫《马蒂尼》，介绍给大家，谢谢。
当作是去玩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把他那组的一些个性也表现出来，所以呢，他就牵扯到了有一个男生去喜欢一个女生，跟打这个一样，可是我们是很开心的这样子，大家听一下，三。Thank you.